今天给大家去拍摄这个 Sidewinder 响尾蛇，一共四个颜色，还是老样子，一条伞兵裤穿了一年多的，搭配所有的响尾蛇，非常的好看。然后两边的这个立体裁片的口袋很难做，里面融合了热熔、激光、无缝工艺，都是属于冲锋衣里面20多年来都是难以攻克的小厂没有办法做的工艺。所以这件哪怕做了半年之前给大家预告，我一点也不担心，因为产品光芒闪耀，所有的细节等我拍长视频给大家一一展示。